转起来，转起来。哦，这样啊，这样。什么令诶？挂挂挂挂台语。哎，我是毛令哦。你看我后壁，今日个来食牛排，我最爱食牛排诶。即个是食雅士牛排，啊，咱来讲伊个素皮浓汤足好啉诶，所以就来试啉看卖。我即马就入去啉汤咯。温温的杂粮汤，嗯，很嚼劲哎，嗯嘛，葡萄包的怪饼，这个是长阿酒 ，test 看麦，哎，好诶，这个好食诶，嗯。哦吼，这个敢那我即马伫个煲诶，酥皮煲啊，嘿啊，足香诶！我讲实在，伊个皮有一种足香诶牛油皮。你马滚着食伊个酥皮先。哦吼吼吼！喂、喂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你有没有看到？看，哇！你看伊个酥皮，一点一点足薄诶，很酥，切着敢那切空气。哦，香的这个酥加香，这个是伊的蘑菇汤。嗯，啊，有滑顺的 cream 加蘑菇的皮混搭起来是好喝的。你有做过蘑菇汤吗？有啊。还有冰做好喝的。有啊。要不要叫大家看看你们？我做的下面瓦哥啊。这是我的前菜。哦。把我的边仔的菜加 cheese， 都有松露。哦，啊，好食好食，松露加点两片，跟那一种点缀，嘟嘟哇好的点缀，加 cheese， 配个嘟嘟哇好。新鲑鱼，菜足大块，爱切嘛。那是伊比利亚白。你看下骹有一块红奶皮的，哇，足水的！你看伊个断面，有那油，伊个油花是香的，一种伊比利的味。我有食过伊比利，伊比利甜是好食的，又白是小羔羊啊。哎，我刚那个在给看，哇！轻松切好，哇！应该是我食过上嫩的油排，足有特色的调味。为什么你的油排的边有这个白色的球呢？罗球。是啥物？罗球，没听过。罗球，食罗球。整颗油啊。整颗哈。嗯。酸甜酸甜。哦。很呛啊，很呛。嗯。是不是很奇怪？没有。我来这个就是罗球，足刺激的味，有够酸，然后酸后壁佫有一点仔甜，是袂歹食的其实。这是一个爪，这个爪是予我食龙虾。龙虾。龙虾。穿的这个就是意大利名设计师 Sidamfis。没有，我一点都不像，人家是夹住的。Sidamfis。我就是 Stand Up Please。虾味好重。哇哦，洗！我觉得要发生事情，太大声。哦，哎，你有看过有第一店馆去行诶？调皮过有几点仔气势感觉？行诶！哇哦！哇！哇！快诶，后边。是。嗯。哦，又嚼劲诶！哦，一包起来足好包诶，然后伊个肉是就是甲滴诶味，口感甲滴拢上乘诶，上乘，好吃好吃。这是两下好食诶部位，就是伊个夹夹。嗯，搁较嫩只，加落去会刷起诶，嫩嫩一丝一丝，好食。
我帮你转盘来。行了，哇，红色喷红色的哦。这是果灰色的。香香烧就对了，嗯，伊个色素是煮煮啊好诶，五分就煮煮啊好，我介意五分，真正是有够有够嫩，我介意片，嗯，差不多要入口即化嘞，好食好食。伊讲好这点吼，香港吼足香诶，足特殊诶，足好足足好食。我这个是好食诶所在。永远十八岁。好甜哦！足甜的啊！饼干啊！饼干啊！嗯，哦，蛮好吃的。面改入口即化的汤。入口即化。拜拜。关嘴耶，谢谢的。白白安尼，差一比两天比，但是已经是白白了。今日的雅士古白就试食就到这，全部拢白白食的。伊的古白有够惊艳的，然后伊的酥皮浓汤有够有够厉害。这个是我印象上深的两个物件，龙虾嘛白白，龙虾的色度是拄拄啊好的，果就是安尼，所以就有机会再来食。这顿是。频道上贵的一顿，所以我希望有后盖，知道知道，后盖大爆发，后盖给小七吃这里，拜拜。